过来吧。你是不是不想看球啊？那我放一个，你喜欢看什么？那我放一个《以团之名》给你看好不好？听说里面有好多好帅的小哥哥。我听说半半，但是真的不错。他还是一个宠妹狂魔，因为他特别，我特别喜欢宠小朋友。然后我自己有一个4岁的妹妹，然后平时的话会跟他做一些玩一些游戏。会啊。我擅长哦，其实我擅长唱的都是一些比较慢的歌曲。你想要听什么？那我唱一个，你就是我的一道光，照亮我前方，做彼此的希望。哦哦哦哦， I got the feeling, I got the feeling, 做最好的自己。 Follow me, follow me, 站在舞台上和你们一样，水青春不热血。 哦哦哦哦， I got the feeling, I got the feeling, 闪着光。